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鑫。现在2023年啊又要过去了，作为国产影视剧的观众，没想到我们又幸存下来。咱们感恩公屏上，感恩父母给我们这么健康的双眼，让我们如此肆无忌惮的蹂躏。感谢我们自己，竟有这么顽强的心理承受能力。那么今天老鑫就给大家盘点一下2023年那从各个雕梁角度都展现了自身特色的国产奇葩影视剧。那靠，这个特色则是乐色的色。年度数学最突破性电视剧《安乐传》。龚俊佳、吉尔巴的组合看起来谁都打不过，最终结果谁都打不过，就居然达成了压抑小鸭的神奇效果。可是年度最失败的流量组合，当然这部剧的最大问题就剧情问题，以及演技问题，那以及特效问题，那以及服化道问题。在剧情上，女主全家被杀，如果找仇人报仇，由于她忍辱负重10年，自己培养了3万的强大私人水军，手里还扣留着当朝太子，但是她选择将军队献给皇上，成为一个公务员。然后利用职务之便，现在从之子考试作弊，那如此计谋令人看了，那真是鬼哭狼嚎，天地不容。观众看了，无不眼珠尾巴当场失禁。此外，女主呢，大破职场性别偏见上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她一突破，由张翰以及杨洋从2022年到2023年以往的封锁圈，让大家认识到什么是自由。男女有别，还请姑娘自重。你可以起来了。他们走远了。哎，别动！哎呀，以防万一嘛。这不是就遇上小公子了吗？而动作戏上，这部剧进行了颠覆式的致敬，堪称《加勒比海盗王》。这部剧所有的权谋戏都突出一个成语，多此一举。当剧情播到20多集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如果女主过去10几年什么事都不做，就会自动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这部剧正如一位观众的形容，看完之后你会感觉就好像自己的人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。年度反 AI 电视剧从此，很多人嘲笑说用 AI 写剧本特别烂，但其实 AI 呢是讲逻辑的，你让他写一个爱情故事，你要给你写一个爱情故事。至于为啥写出来不好呢？能给大家参考的是国产烂剧编剧的作品。从此这部剧就毫无 AI 痕迹，因为它完全不讲逻辑。女主作为一个人间小乞丐，在修仙的路上就敢怒骂皇子和公主，来到仙界第一件事就骂仙界之主：“你们都是狗屁仙尊，下野仙尊！”好不容易开始修仙了，来一把别人的宠物鱼烤了吃了，还觉得哎没什么呀，要把男主珍贵的骨气烧了，也理所当然的。人家说仙界禁地不能进，他非要进；仙界果子不能吃，他非要吃。结果男主一句话，呵，我来宠他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怕什么？天捅破了，我给他兜着。当女主触发魔界令牌，等我天下生灵涂炭时，规矩，敢问杜角，如果连自己的徒弟都保护不了，如何守护仙门，保护苍生？当女主与魔界合作，攻打仙界，触犯门规时，勾结魔族杀害同门，哪条不是死罪？我的教规在护教的眼中当真算不得什么吗？教规是人定的，若是人都没了，还要教规做什么？很多人觉得多好呀，我好喜欢大女主剧，但没有想过你根本不是女主，而被女主随便弄死，让他觉得没什么，而他也不会受到处罚的，天下苍生呢。这部剧号称是甜宠修仙剧，大家看完怎么感觉？这名就是枪毙级别罪犯培养计划。从此，从乞丐到反人类罪犯的十个好习惯，学会自动教育方式，你的孩子也能被击毙。年度最差眼光电视剧《君子盟》，原名《张公案》，堪比电视剧里的贾跃亭。从2020年就开始预热，到2023年才开始播出。这部剧可以说是开始的时候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，结果扑到悄无声息。强硬 IP 加兄弟情加窝蜂质感加宋威龙、井柏然加悬疑，放到2020年，彼时兄弟情盛行。国风质感呢还没被科普，加上张冠原入本加持，这不妥妥的双飞升顶流电梯嘛。宋祖演更是那宽衣解带，亲自迂臀叉叉与叉叉线下对视，叉叉与叉叉通宽手机壳衣服鞋子，他们是真的全套营销已经到位。结果到了2023年一看，电梯还是那个电梯，但仔细一看月球电梯，这感觉好像5点扭起来就剩下高考，有去了发现是下午5点。你看参加高考接孩子都有点晚了吧。除了题材吃尾气之外，在内容上也是非常拉胯。宋威龙扮演的男主完全就是性转版的女主，跟井柏然的误会就强行误会，
我不管我不管，你就是凶手。然后开始感情升温，关键是你这是悬疑剧，王军那一套，我不管我不管，放在这里就大硬伤。说实话呢，破案过程全靠玄学以及科学，科学部分就是一会什么离心力分离成分，一会什么指纹鉴定，一会就是凹凸镜的光学原理，放在普通悬疑剧里就非常突兀。而玄学部分就是松露的推理，每次关键突破都是他手下意外做了什么事，到他灵光一闪那取得重大突破，而是百分之百每次都这样，那还推理啥呀，拿个监控看你手下不就行了吗？倒霉加眼光差加剧本硬伤加演技一般，牛嘴差商业眼光电视剧一点都不亏，年度伦理警示电视剧转角之恋，明道与蒋雯丽谈恋爱，我万一光看这几个字你就已经开始眉头紧皱，产生一种伦理道德的冲击感。而转角之恋在2023年带给冠军观众的冲击，不然也出了一次心理车祸。接下来给大家重温一下。哎，你谁啊？不仅如此，除了男主，这部剧所有的配角也都爱上了女主，还可以分明的感受到配角对表白，女主的不乐意，一被拒绝后的开心。下起了小雨，你说这感觉好甜蜜哦。想和你看星星。老婆，我想跟你在一起了，你考虑考虑我。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女生一定是我想要的。这部剧呢，其实最大问题就因为女主的选角，因为当女主找自己老妈的时候，第一感觉是找到闺蜜；她找闺蜜的时候，你又感觉找的是女儿，和男主和男妹在一起也都非常突兀，这每次都出问题，每次都有你。那问题出现在哪里？她就要说嘛。总在看这部剧的时候，女主跟所有人同框，然后这个伦理关系你都感觉有点匪夷所思。年度伦理警示电视剧《转角之恋》实至名归。你牛嘴讲不讲这场剧一爱为影，如果不是这部剧的出现，牛嘴嘎的电视剧肯定要颁奖给或者人间烟火。但没办法，论槽点还是这部剧多一点。从无法理解的在太空烤全羊旋转拍摄视角，到这个从主角前往茶壶的那寓意深长系统切换，到这莫名其妙的拉近拍摄，你总能被现场摄影师那灵活的摄影技巧所折服。拉去掏马桶再合适不过了，从什么角度他总能给你掏点东西。此外，剧中的讲不讲的职场内容更让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广大新闻从业人看了都快拿起笔骂导演和编剧，提高了行业的积极性。甚至相应的剧情吐槽来做三期的全集解说视频，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看，那非常有意思。年度能源分锁突破奖，我说人间烟火，我当时不理解这个剧名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后来我才明白啥时候能有烟火呀，这边炒菜放久的时候呀，一不就让大家都成了吸油烟机。演诈骗的时候都说水可以直接变油，我当然不相信，现在看了这部剧我彻底信了。你把男主关在水龙头下，然后拿摄影机拍他，最好再放个镜子对着他当催化剂，然后打开水龙头流下来的是水，冲出来的是油啊，毛钱一度电日产没用200吨。而这部剧失败你完全可以说就是男主的问题，你说剧情 bug 多了多少吧，好也不是这么多，但每次看男主的下颌线一个游泳的表演，你就仿佛看到一个猪肘子在锅油里旋转，就有一种一脚踩进了油壶，就有一种手插进包里发现刚才超市买的油盖子没拧紧，弄得一手都是，那个腻歪呀伴随着眉头紧皱一甩出来的恶心感，哎呀不敢细想。你有最令人反感电视剧《后浪》，这部剧的离谱程度，它不是那种你看之后只会觉得剧情好傻那种，而且会想跳起来骂他的那种，第一上来作为外卖员的女主就因为客户投诉直接把饭扔人家头上，去另一家送外卖，二话不说给顾客胳膊直接拧断，但是因为是天选之子有人保护啥事也没，去学中医偷同学东西，老师指挥同学先小他啥事也没，同学保暖穿供暖神器他又说，我给你买的打底裤怎么没穿？哦，那个娘兮兮的，而且太紧了我不乐意穿，娘兮兮的。当别人宫外孕做了手术，他说，你姑娘一半的输卵管被切除了。人有几根输卵管？俩。那不还剩一个吗？咒什么呀？咒什么呀？当大家去机组的时候，他说，大医精诚。你读他他能听见吗？就是读的话，他能听得见吗？他不能吧？就这样的话，我还是觉得西医要好点，至少人家西医没那么神神叨叨的。
到俩屁那的时候，他说一群人拿一堆东西，就是过世的人放在这儿，吃不吃到了很多人吃不成东西喝不成东西，这对于我来说叫什么浪费食物，真不懂你们这些人怎么想的，往这一站一辈吃怎么了，就叫他吃了，说你有的没的根本就不懂。别人有应激障碍，听懂恐怖的所谓铃声，都是别人发疯，他觉得没啥呀，人家在熬药，他跑去喝酒，到时候房子差点没烧，他觉得自己好委屈，他就村里一整，就偷了村民的鸡杀了吃了，结果老师维护。我看了，我对你呢也不能要求太严，这样，咱们能不能做坏事之前先做十次好事？自己欣赏中医的部分，那呵呵，给他感受一下。在这之前，我被诊断为癌症晚期，是任教授指点了我，我的病竟然完全好了。癌症晚期，完全好了。菩萨都托梦给我了，说我没事儿了。这不也真的是处处在人的烟雾顶上，竟超脱了恶心电视剧的范畴。在一定程度上，它是一种电子大便，大家屏幕一点开，声音都受影响。你都最反感电视剧，绝对是它。年度反向科普国产剧《暮色星约》，这部是大宝贝，今年为数不多的作品。题材呢是国产编剧和心理医生，心理医生看了估计会联系编剧，看他是不是心理有问题。首先，女主人设是所谓的顶级心理医生，结果居然在家里给客户做心理辅导，而这个家呢居然还是合租的。导致神经衰弱的客户因为男主的打扰病加重，而这一切的不合理的安排都是为了男女主开始同居生活。病人找他做心理咨询，他见人家去看精神科。我建议你还是到精神病专科医院，或者到综合医院的精神病科看医生。人家给人家刺激了精神了，你这种情商，人家找你啊做心理咨询，你一开口就说人家心里有病呐。心理医生如果就这情商，就经常去的应该是什么骨科、耳鼻口科吧，对不对？天天挨揍呀。他私下利用公司资源，违规给病人做心理诊断，然后突然辞职跑路，导致病人心理受创，然后他呢还骂公司领导。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，遇到今天这样的突发情况，不是应该先要安抚和控制来访者的情绪吗？让他回家，看到男主在地上睡觉，又上瘾了，教个舒适的错误。有心跳，我还有心跳，有心跳。那我叫救护车，你人工呼吸，人工呼吸怎么做？对对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对吧，那他能好好的有心跳给做心肺复苏，有呼吸给他做人工呼吸，就是不让男主可以接吻。真的，如果写垃圾剧本可以判刑，这部剧至少可以枪毙50以上。我怀疑编剧是不是看心理医生，就让心理医生说他有病，除了报复心理医生，谁故意把他写得那么憨。反正这部剧呢铺的也是毫无水花，所以纵观2023年好的作品真的不多，但烂的作品那真是百花齐放，真的做到了从各个角度都给你整点恶心的东西出来。在这里估计发布的时候2024年快到了，就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也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承受更多的痛苦。那没错，我看到烂剧也会给你们看的，那想跑想得美。我这本期再见。